夫人。魏明将军，你是要去牦牛城吗？是的，夫人。请将军亲手交给浩王。这。浩王见到他就明白了。不用为明捎句什么话吗？不必了。将军，你告诉浩王，一切都是那么吉祥如意。吉祥如意。浩王，古苏罗的兵马已进入牛头隘。啊，好，注意斯多都涅的动向，多派探马，一个时辰一报。遵命。哈，野利将军，浩王，命令你的铁骑扮成六股部的兵马，给我狠狠地打古苏罗一顿。啊，是浩王。那牦牛城？我对牦牛城不感兴趣，只要把古苏罗打疼了，你就完成任务了。嗯，浩王，我明白了。走。哈，袁浩的逼人太甚，把古斯罗逼到了牛头隘口，然后他再打。大王，我们在隘子里打完古斯罗，袁浩把隘子口一封，我们就全完了。把兵马都带上，带到牛尾隘，选择好退路以后打古苏罗一下。哎，大王，怎么打？怎么打？这还不明白？杨公，出发。给我冲！多毒孽，撤！停止射箭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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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三母，撤！快撤！快撤！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为民申谕，奉浩王之命，在此恭候斯多多涅大王。我斯多多涅信守盟约，下面就全看你们的了。哈王在牦牛城与古斯罗决战，你却背道而驰，这有些不仁不义吧？我已将古斯罗推到了艾子口外，不然你们的浩王跟谁决战？浩王对你宽大为怀，三擒三纵，这次兵盟草草收场，恐怕有些说不过去吧。我没工夫跟你废话，上给路走。那就别怪我唯命生育不客气了。来吧。浩王到。袁浩，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。我的唯命将军有所不知啊，斯多多涅大王在牛头隘旗开得胜，重创古斯罗，古斯罗身中毒箭，已败逃牦牛城了。
司徒都聂，也许你不愿意古斯罗无家可归吧？啊？那么好，我们各自回家吧。我回我的西夏，你回你的六谷部，青堂依然是古斯罗的青堂。司徒都聂，我们最好能成为相亲的兄弟，如果不能，我们最好也不要刀矛相见了。说得好，走。好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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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，就这么轻易放了他？我的大将军，杀了他，古斯罗岂不少了一个对手？让他们慢慢周旋吧，我可不想再在这儿吃黄土了。好王，天都山野莉夫人让我告诉您，一切都那么吉祥如意。吉祥如意，开吧，撤军。掉了古斯罗？没有。这么说，你是专程回来立皇后的？是你给我带来了吉祥如意。不，是野丽，不是我。野丽是党项的望族，他们能支持你称帝。况且，野丽都兰那么年轻漂亮。不，对我来说你才是最好的。我说过，你永远是我的新娘。你不过是说说而已。不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做西夏的皇后。你真敢这么做？我有能力这么做。你不怕？越怎么做，别人越怕我。人们会说，你什么都做得出来，不是吗？可是我怕。看着我。我看到的是一双魔鬼的眼睛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就带住了你。什么时候才能了解我的大孩子？死！不，不许说这个字。太后，
死多毒孽，去成你的亲吧。谢谢了，没想到你们西夏人吃的东西有这么香。别忘了，你现在是我的阶下囚。我告诉你，斯图多涅，我可以给你马，还有这个一袋西夏钱币，虽然不多，但你在走出西夏之前不至于饿死。带上你的三个儿子，召集你的旧部，去干一番事业吧。记住，千万不要和我作对，千万。大王，大王，怎么了？古斯罗接下子来了。站住！司徒多涅，你身上有一半是党项人的血统，你竟敢向我古斯罗张弓搭箭，你这个背信弃义之徒，还不下马受降？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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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为一个国王，真是麻烦。麻烦的连家事也变成了国事。在这里，我不得不谈一谈我的那些女人们。作为国王，我拥有很多的女人，很多。但我登基称帝之后，不言而喻，那就更多。女人如同花草，而男人则是土地。女人对于男人又像是高山、流水和阳光。当我的眼光和他们相遇，有些话就必然和他们要说，这些话自然是他们爱听的。有些话不时地被他们探问，就像一粒种子种在了他们内心最深处，他们在耐心地等待它开花结果，而今天他们却再也等不住了，因为浩王即将登基称帝了。继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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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时间更多地考虑我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我匆匆地忙着一个国王所应该做的事情。我忘记了我给我的女人们许过的相同的心愿，我是不是太粗心了？我忘记你们了吗？不，那是不能够的。我的生命在你们这儿停止了吗？不，永远不。女人们常常提起一个字眼儿，爱。对于我，它是流动的，我只能成全我自己了。
始料不及的规定逼迫着我，使我不得不在今天，在我登基称帝之前，宣布我的皇后人选。宣皇后进殿，宣皇后进殿，宣皇后进殿。我以西夏国即将登基的皇上的名义，册封我的妻子耶律都兰为献城皇后，立我们刚刚出生的儿子宁林格为皇太子。继位！继位！继位！耶律家族有着无上光荣的历史，耶律仁荣老军师辅佐过我拓跋氏祖孙三代西夏王，是他创立了我们党项的文字。天都王耶律玉启与我盟誓，同生共死，共创大业。我相信王氏与耶律家族的联姻会为西夏奠定坚实的国基。继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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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褫夺王立家玉的一切封号，贬为庶人，逐出王宫，放逐王庭镇。王子阿里贬为庶人，这二人永世不得进宫。走。走。
浩王。我走了，我带上你的儿子走了。走吧。浩王，你真的不想再对我说点什么吗？这都是你自找的，还用我说什么？如果不是这样，你也不会立我为后，是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你为什么从六谷部的大帐里解我出来？你为什么娶我，让我生下阿离？这已经是你最大的福分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怎么会有今天？我怎么会想当皇后？当皇后，你这点造化还不够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不能就这样走了。我来告诉你，因为你被斯多都涅抢了去，所以我才抢你回来。因为你是网利大族长的女儿，所以我娶了你。因为我生下了阿丽，我才封你为大妃。甘州大战在即之时，为了稳定国西，我才封了我唯一的儿子阿丽做我的太子，你懂吗？你们网利家族应该为王家尽忠效力，你网利家玉应该成为后宫的表率，阿丽应该有王者的气度。是，你们的家族并不那么争气，尾巴翘得太高了，笑得太响了，我的血在阿丽的血管里流得太快了，她的小脑袋瓜都要炸了。去吧，远远的离开吧，这是我成全你们，否则……浩王，把阿丽留下吧，他是长子。住口！浩王，我再问你最后一句话，你曾经是爱我的，是吗？不，我不相信。你看着我说，你曾经是爱过我的，浩王。不。我阿丽王子，早晚一天我要回来，我要回来。啊，除了留着这个宫外，我要把这一切全部都给烧掉。啊，哈哈哈哈，我要全烧掉。啊，
儿啊，你的死已经说明一切了，预示着一切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王丽家族就败得这么快呀、啊！你讲得很对，当年浩王选中你，当然是因为你的美色了。然而世间比你漂亮或比你更丑的总是一样的多，只是你更幸运罢了。那如今我……如今你倒了运，好运刀已经逝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好运刀会像鸟一样若飞就飞走了呢？你的弱点决定了你的命，你的弱点就在于你是一个不知后退的女人。后退？人生有时是需要朝后退一步的，哪怕是半步呢。你的命运也不会如此啊，可是你不知后退，半步也不退呀、啊。退有时就是进，进有时反而是退。要知道皇后是争来的吗？不，那完全是命中的前定啊。一个不知后退的人，他必定会丧失一切。有时退一步，反而会地阔天宽呐。那我应该再后退吗？还往哪儿退？你已经退到了你的出发点。那我往哪儿进呢？往哪儿进？你以进退为谷。只要你能解气解恨。我只恨我自己，恨我是一个女人。做女人不好吗？做女人就非要当皇后吗？女人要承受的东西太多，幸平公主远嫁异乡，为你生下了宁宁，可到头来，王丽驾驭兴盛如火，可最后又怎么样呢？女人呐、啊，即使她们有黄河般宽阔的胸膛，终归会有流入偏下的河谷的那一天，你千万不要学王丽驾驭。我只羡慕一个女人。谁？就是她，那束紫绢花。
他可以随便的出入你的后宫。司母，你不要乱说。我没有乱说。你不会爱上别的女人，不会。叶丽都兰当了皇后，固然因为她年轻漂亮，可是更因为是她的家族和血统。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儿。我是你的王妃，可我最好的时光已经失去。我知道我不如他们漂亮，更因为我出身卑微，我是一个侍女。司马，可他为什么呢？他能长久地占据你的心？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别说了啊！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你能？你是个好女人，我喜欢你。你说谎！你骗我！我真的喜欢你。去把性命接回来吧，你们俩可以做个伴儿，说说话。你们两个不是挺好的吗？我谁都不要。说吧，怎么了？你今日把我带到这里，伟明家族最为神圣的地方——月亮山顶，伟明大族的家庙。想必你有非常重大之事，讲吧。我现在是和谁讲话？你的朋友，生死之交，可以信赖吗？就如同在和你自己的心说话。好，在我的话说出口之前，请受我一拜。哦，有此必要，否则我一言不发。好，那我就只好让兄弟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话能讲，有些话不能讲，永远如此，永远如此。看来你今天要讲的是那些不该讲的话，请讲吧。好王不该称帝，他不该称帝，啊！这话当讲吗？你问你自己。可我心里很矛盾。我去大宋接你家眷的时候，路经五台山，曾抽得一签。签上怎么说？祸从口出。
那你就紧闭双唇，咬紧牙关。可我不说不行。何人逼你啊？我自己。啊，是你用自己的匕首撬开了你自己的嘴。不，是心，是良心。如今，在华夏这块土地上，鼎足而立的有三个王朝：大宋、契丹、西夏，其余的不足称畏。可这种几十年相安无事、国泰民安、无烽火刀兵的太平日子是有条件的，这条件就是辽国的契丹、西夏的党项必须向大宋纳贡称臣。可一旦元昊面对契丹称帝，怎么样？将会烽火连天，大兵压境，我西夏将与北西南三面受敌，所有的矛盾都将在称帝这一瞬间激化。到那时，就会有一场旷日持久、经年不息的血雨腥风啊！那又怎么样呢？啊，与大宋的这番较量能避免吗？与契丹的这场杀伐能躲得开吗？一旦称帝，将四面来风，八面受敌。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就为了那一个人的称谓，为了某一个人的虚荣心的满足。党项人不管你什么王呀、帝呀的，他们只管自己的牛、羊、马、骆驼，还有家庭。听人说，你从前可是个称帝狂。又听说，几乎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将领逼着浩王早一日称帝的。那时的血是热的，是狂热。现在怎么了？如今我有了成年人的冷静，特别是在大宋接你家眷的那一年里，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西夏的国力远远不敌大宋。一旦与大宋开战，只能胜不能败，一旦战败，国家必亡。为什么？如果有一次战败，丢掉一个山口，大宋的骑兵马队将直逼西夏的都城兴州。大宋目前政力涣散，武备松懈。我的张元老兄，骆驼再瘦也比马大。宋朝是要面子、要虚荣的，一旦听到称帝，那王宫里面若不响起一片讨伐之声，那便是卖国、丧国、辱国。这一场杀伐能免得了吗？张元兄，你是国相，你应该把这个道理讲给浩王。称王则三国相安无事，如果称帝的话，则危机四伏。众矢之的，天下共发之。那为什么你自己不去讲呢？因为此言一出，会引来杀身之祸。我知道浩王是容不得逆耳之言的。张元兄，你可以抗谏，你是汉人。我明白你不讲是因为你主张称帝。我是你一场你平生之夙愿。我的夙愿当然是你张元兄之夙愿。是我想当皇帝。皇帝你不想，你也不敢想。然而人臣之间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却是你梦寐所求的。你把我张元看成什么人了？我是堂堂的国相。可你心中要的不是国王名下的国相，而是皇帝缺下的宰相。你想要大宋的皇帝，要满朝文武普天下的人都注视着你。你要和吕简、吕端、寇准、吕蒙振齐名，你要做西夏王国元昊皇帝的宰相。
不幸被我言中了吧？请记住，称王称帝，此乃天意，非人力所及。你我应顺应天意吧。凡悖扭天意者，必遭天谴。张英雄，